访文行道桌县，引出一名英雄，这人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因家里贫寒，靠贩麻鞋、织草席为生。这天他进城来看访文，被看完了榜文，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。忽听身后有个人大声喝道：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，叹什么气？刘备回头一看，这人身高八尺，豹子头，圆眼睛，满腮的胡须像钢丝一样竖着，声音像洪钟，样子十分威武。那人对刘备说，他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做着卖酒、屠宰猪羊的生意。他愿意拿出家产做本钱，与刘备共同干一番大事业。张飞两人谈得投机，便一起到村口的一家酒店饮酒叙话。这时一推车大汉进店饮酒，刘备留神一看，这人有九尺高，胸前长须飘飘，脸色好像红枣一样，长一双丹凤眼，两条卧蚕眉，相貌非常威武雄伟。刘备连忙起身邀他过来同坐，并请问姓名。那人说，我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因乡里恶霸仗势欺人，我一路杀了恶霸，逃到外乡避难，已有5、6年了。刘备、张飞听了都很敬佩，也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关羽。关羽听了也非常高兴。酒后他们一同来到张飞的庄上，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，园中桃花灿烂，景色很美。第二天三人在园中焚香礼拜，宣誓结为异姓兄弟。三人按年岁认了兄弟，刘备做了大哥，关羽第二，张飞最小，做了弟弟。Thank you.
三人请来铁匠打造兵器。刘备打造了双股剑，关羽打了把82斤的青龙偃月刀，张飞造了一支8.0钢矛，个人又造了一身铠甲。他们聚集乡中壮士500多人，浩浩荡荡到涿郡去应募。